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，颜色呈红色，由于亮度变化大，在我国古代被称为荧惑，意指它已因似火而又行踪不定，时而顺行，时而逆行，令人捉摸不透。罗马人认为火星是天空中的一滴血，并用战神马尔斯来命名它。天文教育专家、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志恒介绍说，7月1日22时30分左右，一轮出月将高悬天宇，在月亮右边不远处就是红色的火星，亮度负0.18等，犹如一颗红宝石镶嵌在月姑娘旁边，闪耀在夜空中。时而深情对望，这幅画面为盛夏的夜晚增添了几许浪漫，二者将相携着越升越高，直至于凌晨3时升入正南方天空。此时此刻，夜空静谧，新月辉影，近方光芒。由于即将迎来冲日表演，眼下火星距离地球越来越近，观测条件越来越好。天文专家提醒说，此次美丽天象除用肉眼观测外，天文爱好者用放大50倍以上的望远镜观测火星效果更佳。透过望远镜，火星看起来像个橙色的大球，非常美丽。如果大气透明度足够好的话，还能够看到火星上面红色的大沙漠和白色的极光。天文专家表示，火星与地球类似，也有四季变化，因此火星是人类最为关注的行星。近40年来，更是陆续成功向火星发射了20多个火星探测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